我准备签面女郎，我无赶紧逃命，赶紧要留伫咧遮，回来找我算账。我要去找千面女郎，叫伊帮你一条生路。你的命是我的，我哪有可能放伊杀？为滴，我的人生已经不够乱七八糟啊！是生是死，早就无重要。你若是加讲一句，我就无法度保证张家燕会当看到明仔载日头。大兄，那是你接电话，妈呢？妈甲朋友出去啊。狗子，那你叫你拄好。明月，我拄好请伊来你家食饭，你要讲做我食无？阮朋友无可能配合你，诈领保险金。你竟然敢讲我要骗保险金，你是来找死！你对柯小萱的态度特别无够，因两个人关系真的特别亲密哈。但是拢已经结婚了，竟然还未死心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伊主意前就介柯小萱啦？看起来伊的优点就是柯小萱，安尼有情趣味啊。我准备见面女郎，我无赶紧逃命，赶紧要留伫咧遮，回来找我算账。我要去找千面女郎，叫伊帮你一条生路。你的命是我的，我哪有可能放伊杀？为滴，我的人生已经不够乱七八糟啊！是生是死，早就无重要。你若是加讲一句，我就无法度保证张家燕会当看到明仔载日头。大兄，那是你接电话，妈呢？妈甲朋友出去啊。狗子，那你叫伊拄好。明月，我拄好请伊来你家食饭，你要讲做我食无？啊，既然来啊，你顺便替家己求一支姻缘签，好不？哎呦，阿妈，我知影你是咧烦恼我啦。啊，不过我甲世杰缘分也真正够啊，我相信天公伯会安排啊。哼，我去车顶等你，啊，你到达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